经过一番的争斗后，阿吉顺利的找到了摩哥。快把小林交出来！你是他什么人？干嘛这么关心他？甚至还跑去他家？身为男朋友，关心他是正常的吧？不过你怎么知道？难道你？没错，我在他家装了监视器。比起那女的，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。有种你就把我打倒啊！Yeah.